音乐，最爱主打戏。长得高吗？嗨，我是小霞，我是小杨，我是毛毛，欢迎朋友们来到我们今天的最爱主打戏。哎呀，没跳出来有点遗憾。哎，我们这想再跳舞蹈啊！但我有一个问题啊，为什么今天会特别跳一个韩国的舞蹈？因为今天这位嘉宾呢，跟韩国真的是有很多的关系。真的是说到是这位嘉宾呢，他三岁的时候就开始练习小提琴，神童啊！而且呢，我知道他八岁哦就会唱 My Heart Will Go On， 简直是个天才！哎，没错，到了11岁的时候，他居然自己就创作了《孤独》，莫非那首 Oh Lonely？ 喂，当然不是这首，不是吗？不好意思，那继续说，他15岁呢就只身。来到了韩国发展，而且17岁的时候呢，就正式从韩国出道，夺得当年的最佳女新人。转眼之间到了19岁，嘿，她更加了不起了，居然发出了自己的首张个人专辑，然后回来祖国发展。欢迎！今天她就来到了我们最主打星的舞台上，有请张丽颖。张丽颖，一个美丽淡然的四川女孩，出生于音乐世家，自幼便显现出极高的音乐天赋。她13岁的时候，因为参加一次歌唱比赛而被韩国第一大娱乐公司 SM 相中。15岁的时候，只身前往韩国接受公司培训。16岁的时候，以神秘形象正式出道，成为第一位从韩国出道的中国女歌手。并且在当年即获得韩国乐坛最佳女新人的大奖。如今的张丽颖已破茧成蝶，散发出无可匹敌的魅力，其甜美的音质、极具爆发力的嗓音，令她被媒体誉为无可争议的亚洲 R&B 小天后。看完他表演才知道为什么叫张丽颖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张嘴就来，极具爆发力，而且听得很过瘾。哎，解释得非常好啊！其实说到这个唱歌啊，我知道丽颖唱歌非常非常的厉害，据说她有一个超能力，是吧？就是无论什么歌曲，只要到她嘴巴里面，都变成是 RMB。RMB 全攻略，真金不怕火炼 ，RMB 不怕考验。把任何乐曲都能用 R&B 的感觉演绎出来，丽颖啊丽颖，你能办到吗？奶奶，您听我说。有。
家的表叔，数不清没有大事儿，不登门。谁说是？谁说是亲眷也不相认？可他比亲眷还要亲。收，没了，收，不要唱太长，对，不要太厉害啊！有没有听过？其实样板戏。就是你比，我觉得你比样板戏还要样板，会说话，不错的，会说话。行了，拍马屁就停止了。我们的规则呢？对，是要把它 RMB。张老师，请。好吧，强老师来试一下 ，Action。奶奶，您听我说，我家的表叔输不起。这时候二位就不要自取其辱了，啊、人家唱这份上了，人家已经跟不上。但是我觉得还差一点点。如果按照他刚才说那个韩庚，再加上这种现代舞的话，可能会好一点。那你想演绎一下吗？史元哥，对对对，啊、好，你想演绎一下吗？我不想演，我想看丽颖演绎一下、哦、其中的一句，给我们再来一点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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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嘚瑟，加了点那个身体。奶奶，你听我说。哎喂，拜托。那我就说奶奶，你听我说奶奶。对，就这句。OK OK OK。预备，奶奶在这里，奶奶在这里，奶奶在这里。奶奶，您听我说。哎呦喂！奶奶都软了。行了，你就别再说了。你是奶奶了，我对号入座，我就是表叔了。好，那这一段呢，真是蛮过瘾的。过关吗？大家说过不过关？不错，肯定过关了，好吧？但是我们还有更有难度的。好不好，我们再来看看下一段又是出处于何方呢？好，这首歌相信在座的大家都会唱、嗯、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就拿这首歌来考考丽颖，是来自我们广东本土的儿歌、嗯、来，先听我们毛毛同学呢唱一下。落雨大水浸街，阿哥担柴上街卖，阿嫂出街着花鞋，花鞋花袜好、yeah. 好听吗？旋律非常好听，非常好听、啊、但是你可以完全不用这种旋律，主要是我改编的好词呢都在这里，对，像刚才一样，好不好？好吧，好不好？好，交给你啦。没有，如果真的是用粤语来唱，真的是一流。要老啊，大家玩吗？要老、啊。两位女侠啊，怎么了？你们都出招了， uh-huh. 但都没有难住他。嗯哼，哦。现在该我小杨子了。杨上，来看看，给大家推出个湖南特产呢、啊。补锅，用粤语来说就是补锅。Music。手拉凤香，湖啊湖的香。